大家好，我小哥老师又来啦。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也是人类生命与爱的延续。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拥有一个健康与受保护的童年，而孩子的生活品质不只取决于家庭，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所做出的决策与法律，更是儿童未来的保障。今天，为了响应儿童日，我们邀请在太极门成长的儿童，与大家分享，那太极门夹案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让我们用一段简单的影片来帮助大家快速的了解，请看。我在他眼神中看到闪过一丝阴影。用眼神来办案。喂，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侯康仁除了羁押起诉掌门人外，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毁损名誉，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达身无分文。侯康仁更滥用权力，发文全国县市政府，命令解散太极门，并威胁恐吓，逼供受羁押的师徒。哇，这实在太巧诡了吧！侯宽仁起诉内容，屋子地址拜师时赠与师傅的净室里是诈欺所得，并且要求法院没收。净室里，What's that？净室里是 This 感恩师傅愿意收徒的心意，是尊师重道的表现，其性质如同婚礼偶尔逢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起诉书既然认定净室里是诈欺，要没收，就不该课税。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让太极门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给钱，给钱！历经10年7个月，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还给太极门清白，也认定弟子的净室里是赠与性质，属于免税所得，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遭无辜羁押的师徒均获得国家冤狱赔偿。监察院更调查指出，侯宽仁检察官有8大违法，税捐机关有7大违法。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法院的不算数啦。”国税局这么霸道，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上万份的赠与书证，都证明净室里是赠与。教育部也正式表示，太极门不是补习班。总统府及五院也关注到此冤案。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看不见，看不见。财政部长张盛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把赠与的证据隐匿起来，伪造文书，谎报调查结果，欺骗国人。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再一次证明净室里是赠与。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课税，就是要给我钱。Oh my god， 这实在太超过了吧！那不就白包红包，大家被课税喽。所以不论任何说法，国税局就是要你不出钱。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跟强盗有何不同？同太极门案可一挥不法检察官的滥权，国税局的无理霸道，并凌驾一府五院之上。但因此冤案，社会上开始关注赋税人权的人越来越多。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但不该缴的税也不该强迫人民缴。据调查，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平均每4户就会有3户。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背后有多少税灾户暗夜哭泣、无处可伸呢？真相只有一个。详情请上 WPN 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太极门长期以来推动爱与和平及太极文化，不但促进了国民外交，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而太极门更是一个修身养气的神器大家族。这么一个好的地方，为何遭受国家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今天我们邀请主人翁们来开讲，将他们的心声分享给大家。我喜欢在太极门练功，可以学到好功夫，而且可以在这边玩的太极门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师兄师姐就像我的家人。我喜欢在太极门练功，所以呢，我心里觉得暖暖的，他们会夸赞我、称赞我，让我有勇气。我很生气，因为呢，我的家被抢走了。我就少一个家了，所以呢，我很神奇。希望沈总统可以不要太出拍卖奖金的官媒价。所以呢，我
假日会去，有时候我在假日会去举标语、发传单，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的需求，而且可能让他们小心一点点，也可能下一个是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关心，彼此关心，希望小金等等可以找回他们的良心，他们可以找回良心就更棒了。我想问问小金总统，为什么那些官员们做错事都不受惩罚，还可以拿到钱？那为什么我在学校呢？做错事都要被老师扣贴纸？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所以，小英总统，我希望你可以关心法税征改人，良心救台湾。大家好，我是沙菲尔，今年十岁，我是一名台籍门弟子。我在2014年拜师入门。我当初加入台籍门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世人。在我小时候的想法中，我觉得帮助人就是在他难过的时候安慰他，并且送他糖吃，这样心情会好一点。但是我现在我的帮助人是在他需要我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开导他，并且给他一些建议。而我在太极门学到了如何包容别人，我在课堂上的时候时常帮助同学功课，以及在他们解题比较慢时耐心的等待他们解题。我经常在学校扮演着一位关怀小天使，关怀着同学，并且在朋友需要帮忙时伸张正义。姐姐经常跟我说我真的好热心，总觉得我像是老师口中会扶老人过马路的小孩，但我也有时候太过正义，导致同学讨厌我。所以我渐渐的了解到学会说话是件很重要的事。我的师父说过要说别人听得进去的话以及别人想听的话。一开始我不了解，总觉得话就是要直白的说出口，直到我跟着爸爸妈妈和阿嬷一起向亲友传达爱与和平以及良心时代的时候，我才明白有些人并不了解我们跟着师父一起散发心念的意义，所以我也跟着一起怀疑。直到我看到有人说开心的收下我送的祝福时，我才知道这世界上可能有些人正在等着我的祝福。我很感谢师父教导我许多在学校不会学到的人生道理。我在6岁时来到赖索托，因为爸爸妈妈是税务案件的受灾户，所以我爸爸妈妈决定结束台湾的公司，移民到赖索托，不得已将原本在台湾与我们同住的外婆独留在台湾，以导致我们时常很担心外婆的生活状况。对于太极门案件，我的感觉是非常生气的，就像是原先应该保护和照顾我们的政府随便找个理由抢了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财产，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剥夺。在拉索托这么贫穷的国家，都知道保障人民是最基本的生活权利以及尊严。我觉得台湾的政府若还不懂得改变，不懂得爱护人民以及让人民感到幸福，那么台湾的人民真的好可怜哦。虽然我在国外生活，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台湾，对我的国家尽一份力量，因为我真的很爱我的国家和我的家人朋友。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做好事，帮助更多人，并且传达更多的好心念给世人。谢谢。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年9岁，念国小4年级。从小我就跟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去太极门。在太极门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每次我们都一起玩得很开心。后来我也入门练功，练功除了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以外，师父也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更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爱家人和同学和睦相处，而且做人要有良心。师父还带着师兄师姐来
世界100多个国家，推广爱与和平，做对世界很有帮助的事情。但因为侯宽仁检察官乱说话、乱做事，抹黑太极门，让我们师徒被冤枉25年、96年，法院已经判我们无罪无罪了。但国税局还是一直违法开税单，甚至说法院判的不算数，最后政府还违法抢了我们的土地。为了让政府知道他们做错了，我会跟着爸爸妈妈去做法税志工，发传单，让大家知道国税局行政执行署违法的行为。我都会鼓起勇气发给路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而且支持我们的诉求。我们希望国家的法税制度可以更好，不再有受害者。我们好几次去凯道澄清，去告诉总统，太极门没有做错事。在学校，老师教导我们做错了事，要勇于认错、改过，并说对不起。但我们的政府官员做错了事，却不承认错误，也不肯改过。我是小学生，我做得到，大人难道做不成吗？我希望总统及官员们能承认错误，而且把违法拍卖的土地还给太极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怡，我从小在太极门练功，我很喜欢太极门。太极门为台湾做了很多国民外交，让世界看见台湾建立民间友谊。师父教我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我曾听师父说过，礼义廉耻，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确确实实的觉悟。我觉得礼义廉耻很重要，它是道德的规范，是治国的纲领。所以家有家规，校有校规，国家有法律，都是为了让人人能被尊重，有人权的生活，这样家庭才可以和乐，学校才不会有人被霸凌，国家才能安定。大家都应该要遵守法律，特别是国家的公务员更不能不遵守。可是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政府官员居然迫害太极门25年，我真心觉得侯宽仁非常坏，因为他一人造假，全民遭殃，一人之错，毒害全国。侯宽仁这么坏，他现在还在当高官。《论语为政》第二中有一段，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触诸枉，则民服；举枉触诸直，则民不服。”正直的人要提拔，国家才能安定。我去士林执行署陈抗，那天天气很热，我去凯道陈抗，那天雨下很大。我觉得师兄师姐很辛苦，侯宽仁也应该要来试试看。我觉得师父很伟大，既然能忍受这样的冤，而且弘扬爱与和平的脚步不曾停下来。太极门案件其实很简单，监察院在91年就已经说侯宽仁检察官有8大违法，也说侯宽仁检察官的起诉书和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据以提起公诉不合证据法则，也就是不能起诉，所以致使太极门就没有事情。而且监察院在98年也说国税局对太极门课税有7大违法，所以太极门没有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民国96年的7月13日，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无权选。台湾是五权分立的国家，司法判决的结果没有人可以不遵守。监察院是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违法官员这么明显的犯法，政府不处理，不还太极门清白，真是说不过去。《弟子规》中有说：“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故能改归于无，常掩饰真亦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希望政府能秉持礼义廉耻的精神，勇于改过，
给我们儿童好的榜样以及希望，谢谢大家。接下来唱歌给你听。宗教少黑照家安，司法兰博家安板，十年三月还清白，全属国家愿与配，三生无罪无千岁，公告调查皆真语，行政究极应有应，虽但不思有再来，最高刑判是二二，虽但总奖更为零，独将八亿当学费，强派土地守国有，学者专家群雄起，牧区招来为正义，弟子子共齐团结，大街小巷全发声，换人总理亲人民，家安整版有计划，打怪龙哥皆无波，一波宗教来抹黑，二波拿水来证书，三波风铃发管盘，四波执行书证书，五波准备时间来，假案整数一二五，即刻除错画句点，良心除错转乾坤，国家富强民安乐，世界传爱文化行，良心行善天下平啊，天下平。大家都认为啊，孩子们说的是童言童语，不过只要倾听他们的声音，仔细听听他们的想法，真的可以让身为大人的我们有些思考，有些反省。今天大家提出的太极门甲案，不但是台湾法税指标性的案件，更是一个捍卫台湾民主与赋税人权的案件，呼吁政府与官员能立即解决太极门甲案，帮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打造一个健康、安全、合乎人性尊严的社会安全制度。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论坛，在节目我们的最后用 Conscience Pull the Through 带大家跟着年轻人一起 Happy 一下。Too much, we've all had enough. Let's make a change, let it restart. We celebrate conscience on April 5th. Being kind and honest, spread your love. Gather your friends, our conscience awakens. Uniting, protecting, we're all in common. Now we all know about this viral pandemic. People dying and we're losing many paramedics. This new disease is all in the air. Country shutting down. What? I mean everywhere. Be selfless. Wear a mask. For help. Wash your hands. For true love. Stay at home.Be kind. Save the world. We're far apart, but our heart is close. We can get through this with the same goal.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love yourself.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know the world. It's our only home, you're not alone. With our conscience, we can stand as one.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no anger.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no worries.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no tension. Hold on, don't give up, we'll get through this. When the world slows down,Gotta calm my heart, I look into myself and evaluate my actions. I admit that I'm lost, did everything mean nothing? I hear my conscience calling that I can make something with my life, make a change and improve. Doesn't have to be big, it's something I gotta do. I need to change myself, my words and my actions. Conscience pulls me through, yeah, me and you. As humans, from purity we stray away. Conscience, the inner compass, can lead the way. Lead the way. Conscience is knowing what's right from wrong.Conscience is our guide to a peaceful world. Happiness,、yeah.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Like the bell of peace, make your voices ring. Spread your happiness. Come on. Bring your friends along. We can get through this with the same goal.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love yourself. Love yourself. Listen to your conscience, love the world. Love the world. It's our only home, your